爱奇艺出品，娱乐咖制作，张子枫、熊梓淇领衔主演的青春校园剧《我和两个他》正在热播中。在本周更新的剧情中，张子枫饰演的学回林元在肖恩、熊梓淇氏的帮助下成功攻下高数难关，同时恩怨 CP 终于联手撒糖，上演面条吻。张子枫成高数困难户，被严格捶打智商。最近的剧情中，学辉林元被高数补考折磨，众人纷纷上线给林元补课，最终却铩羽而归。作为高数困难户的林元，被肖恩嘲笑严格捶打智商也是一种酷刑，网友不禁心疼林元。他就是学生时期被高数折磨的我，林元借高数补课的机会整蛊肖恩，瞬间变身皮皮猿，指使肖恩裸跑踹陌生人。其实张子枫私下的性格和林元大相径庭，此次反差演绎回马少女，她提前做足了功课。我特意给林元设计了一些小细节，比如她爱叨叨，我日常说话的时候就会故意的嘟囔。正是因为这些细腻的表达，张子枫才将林元古灵精怪的性格演绎的活灵活现。恩怨 CP 高能撒糖，张子枫上演面条吻，林元半夜和肖英去海边看着日出，画面浪漫唯美，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慢慢升温。林元阴差阳错借宿到肖英家，半夜两人因只有一桶面争抢起来，从而上演面条吻。张子枫羞涩的小表情让网友直呼可待。张子枫坦言拍这场戏时很崩溃，因为找不到一根劲道的面，连煮的火候都使了好几遍，方便面还不能吸，只能做。据悉这部戏是张子枫首部爱情戏，他表示自己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感觉友情和爱情也是有相通的地方。